好多人啊！小时候的味道。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湘妹洋子。上次我们在关平赶集的时候没有买到多少花生啊，今天是尹佳熙的赶集的日子，现在才7:30左右，我们准备出发去尹佳熙赶集，看看能不能买到新鲜花生。哦，去赶集啦！鸡冠花好漂亮，像不像鸡冠？想抠点种子。你看这个黑色的是它的种子，好漂亮的鸡冠花，没老。哦，就是这个。大佬，把单子放过来，等等。收啊！扫帚20块钱一把。我最多。一人八包。多少钱一个啊？这个。好多人啊！红辣椒才2块钱一斤，买一点回去做剁辣椒。今天赶集好多东西都好便宜啊！刚才那个冬瓜，老爷爷卖的5毛钱一斤。
这豆腐好香啊！看看今天赶集的人多不多？这是尹佳熙，尹佳熙，尹佳熙，这么多人，比关平的人多多了啊！冬瓜5块钱一斤，辣椒红色的辣椒2块钱一斤，板栗5块钱一斤，花生5块钱一斤。豆腐干炒肉，香干炒肉好吃。去买花生去。炸鱼好多斤？啊，炸鱼好多斤？五个了，我。炸鱼多少斤？5斤。20块钱。吃个1288，外面这层叶子是桐树，就是那个桐油防腐防虫的那个桐油树上的叶子，这个叶子包这个粑粑特别香。这个粑粑是在我们这里本地过中秋节的时候属于本地的节日美食。小时候的味道。好香。要不要吗？回去啦。今天买了34块钱的花生。你干成了。Thank you.
哎呀，龙哥看你，妈，今天还龙哥，他今天的酒呢？给他喝点汤。今天的花生比上次买的贵一点，上次是4块钱一斤，今天买5块钱一斤，一样的花生，本地小花生，虽然很小，但是粒粒都很饱满，很好吃，越吃越香。哇，是在这儿。哎呦我，快点！